第十八题，他说下图是合成聚合物的结构示意图，请选出符合下列图形的叙述。我们曾经讲过一个重点，叫做一个热塑性的聚合物它是属于链状构造的，而热固性聚合物呢是所谓的立体网状构造，或者说是网状构造的。我们可以从图里面看出来，钾是所谓的链状构造，所以它应该是热塑性的聚合物，而乙是所谓的网状构造，所以它应该是热固性的聚合物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答案要选择的是 C， 钾是热塑性聚合物，乙是热固性聚合物，这是我们第十八题的答案。